江苏徐州睢宁县万达楚月公馆的业主们在支付了5年的房贷后，仍未能收到他们的房屋。在这期间，上千业主发起过数十次维权行动，但该楼盘至今仍处于停工状态。周四早晨，数百名业主再次发起了新一轮的维权行动，他们聚集在楼盘外，阻断了道路交通，并与大批赶来的特警人员对峙，直到下午才逐渐离开。尽管如此，业主们的维权行动仍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。我们就是刘总，你要疯了，你要疯了，就是刘总，我们要见谢刘总，见谢刘总，来来来，不来不管就谢刘总，谢刘总，谢刘总，来来来，我们自己在这儿，我们自己在这儿，怎么会有刘总的？见谢刘总，干什么的？不能死的，别老婆婆。本来是孕妇，你要注意点。就是，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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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Thank you.